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坤。今天呢，小坤化身成为赛罗奥特曼，来到了密室门口打怪兽啊。那小坤呢，听说这个密室里来了非常多怪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带上这个武器进去看一下吧，好吧？哇，你看，这个密室在外面看起来呢，也是非常的恐怖，对不对？走，我们现在进去吧，一定要小心一点啊。走，哎，这不是我们的好兄弟闪耀迪迦吗？哇塞，什么情况？这个作为迪迦奥特曼的终极形态闪耀迪迦，怎么出现在这个密室里面啊？你看，他好像在向我们求救，哎，看到没？你看。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而且呢，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个闪耀迪迦的眼睛啊，竟然变成了蓝色，看到没？嗯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哇塞，这就有点恐怖了啊！好吧，这边难道有怪兽吗？来，我们现在慢慢的过来看一下啊。但是我在这边呢并没有发现什么怪兽。好了，先不管了，我们现在赶紧把这个迪迦救起来吧。你看他在向我们求救呢，对不对？好可怜啊，特别是他的眼睛。来来来，我们得想个办法。只能用一下这个红宝石了啊。来，我用一下这红宝石来看一下。1、2、3，好，总算是把它恢复回来了啊。那我们等一下呢，把它拉到外面去吧。哟，真是可怜。那今天呢，就玩到这里吧。我是小坤，拜拜。